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。上回咱说到这个殷破败跟雷开把这个殷郊、殷红呢都给抓回来了，两个人内心暗喜，其实是两个人就定位了两个人是个恶的概念呢，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以杀人为主，对吧？他奉旨那去抓回了殷郊、殷红，他本可以放生的。有机会放生的，但他没放生，尽最大努力抓回来，使得自己能够，叫什么，加爵封功啊，获得更高的厚这个俸禄，这也就是黄飞虎骂他们两个人的原因所在。那杀人是罪，杀掉东宫殿太子那就是更大罪，等于在，所以两位武官呢，只贪图自己的功名。毫不顾及商朝的这种祖宗朝代的这种，我现在讲下画红线，他就没想过，殷郊殷这个殷破败跟雷开做法呢，同样是置商朝于死地，对吧？他为了自己能够丰功加爵，多得俸禄，结果却把给他丰功加爵的这个朝代的本身。逼向死路，所有几乎都是这么类似的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其实习近平同样在驾驭的共产党的过程中，把自己跟共产党逼入死路，是自掘生路、自掘生门，这个概念是完全成型的。那当报到这个纣王那儿，纣王就说杀了他们，杀这个两位殿下。文武百官击鼓鸣钟，让纣王上殿。纣王说：“怎么办？他们肯定是过来保殿下。”妲己就出主意了。他问的妲己，妲己就出主意了。今天先杀他，明天再上朝。今天不见百官，你就想想，这不是，这是人才这么，这个妖才这么恶，但他的想到的方法。极聪明，极具手段，这就是今天中共体制之下，大家常说的，只有人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做不到的，道理是完全成型的。所以能够从中大家理解到，就是说，栽赃陷害，啊，栽赃陷害，以法度之名，权力者以法度之名滥杀无辜，必是妖孽作怪。是灭绝人性的妖孽作怪，所以这是我们上期在第九回的上半回呢，我们看到的。上天垂象，定下兴衰，两位殿下乃封神榜上有名之人，自是不该绝命。几句话，上天垂象，定下兴衰，商朝的灭亡不是人定的，是天象走到这个过程。啊，也不是商朝如何，所以是天象走到如何这一步。两位殿下乃封神榜上有名的，自是不该绝命。两位殿下是从上面来的，封神榜上有名的大将，是神仙来的，是从上面来受着使命，他命该如此走到这一步。走到这个是这么讲吧，从上面早已经定位两个人的魂魄，是两个人给定位在那里的，所以这个大家明白这个其中的道理了。所以这里面他先讲的叫上天垂象，定下兴衰，所以两位殿下也是成为封神榜的人物，是上天垂象。那换句话说，他在人间走过的这一过程就是个假象。你可以讲这是个假象，就像狐狸本是狐狸，但它以妲己出现是个假象，它又吻合人间的故事，也就是说，妲己也好，这个殷郊殷红也好，是借助人的身体，在人的层面，也就是在轩辕帝控制到下面到妖怪妖精这一面这个层面的生命里面，跟大家演出了一段故事。唱了一台戏，所以你就能理解成佛家里说的
这个东西就是个皮囊，身体就是个皮囊，谁穿成是谁的，其实是一个道理的。所以这里上来他就讲到这儿了哈。有太华山云霄洞的赤精子，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，只因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，昆仑山玉虚宫掌禅道法宣扬正教的圣人元始天尊闭了讲坛，不禅道德，阐述道德，不阐述道德。二仙无事，闲乐三山，幸游五岳，脚踏云光，望朝歌而路过。这是正经八百《封神演义》就出来了。所以如果两位这个殷郊殷红不是两位殿下不是有这种使命的，那这两位神仙也不会出现。所以他讲了修行了1500年犯了杀戒，这里他没解释什么叫犯杀戒，那其实就是遭此大劫，那他没有往下解，他直接就讲说犯了杀戒，他没说犯什么杀戒。我个人在这个在走到这儿呢，我也没看出来他讲的犯什么杀戒。那本来呢，他都是元始天尊的十二门人嘛，可是元始天尊本身呢不讲法了，关了讲坛，不禅道德，那两位神仙就无事可做，到处游山玩水。所以在路过朝歌，忽为殿下两位殿下顶上两道红光，把两位大仙足下云光挡住。所以这个概念是跟这个女娲的概念当时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女娲也好，广成子也好，赤精子也好，那他们本身的生命的过程跟殷郊殷红就完全瓜葛在一起了。两位红光挡住了他们的云路，说明两个人的灵魂魄的来处，足以能够与广成子修行了1500年的广成子跟赤精子能够相当称，尽管他表现上是凡夫俗子啊，所以这就变成了。也可以说他们两个人他们彼此之间是有恩怨的，大家不是讲缘分吗？大家不是讲说之间生命之间是有关联的吗？那凡是遇到的都是有关联的，这里面阐述的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关联，他们也不会挡住他的云路，也不可能挡住他们的云路。其实这里是这么个意思的，他也不可能挡住他们的云路，能挡住云路就是他们之间有缘分，我们通常说的缘分。二仙拨开云头观看，见五门杀气连绵，愁云卷结。二仙早知其意，他只要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广成子说，道兄，成汤王气将终，西岐圣主已出，你看这众生之内捆绑二人，红气冲霄，命不该绝。况且俱是姜子牙帐下名将，你我道心无处不慈悲，何不救他一救？你带一个，我带一个，之后助姜子牙成功，东进武关，也是一举两得之事。这是广成子说的话。在这段话里面，广成子就一下就披露出他跟赤精子两个人的水平了，这里面他能知道成汤王气将终，他知道西岐圣主将出，他也知道殷郊殷红应该是姜子牙门下可以进武关的，东进武关的，麾下大将。但他们却不知道殷郊殷红最后叛逆啊，这个是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其表面，不知道其内涵，
这也就是诠释了作为广成子来讲，嘿，大家听着声音，我连续讲第二集啊。这也就是说，广成子1500年修行犯了杀戒，他的杀戒阻挡了他的功力，阻挡了他的境界，所以他的境界只知道殷郊殷红是姜子牙麾下的大将，却不知道他还没他在去要去帮助姜子牙的路上，他又反叛了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只知第一段故事，不知道第二段因由。同时这句话也就诠释了殷郊殷红为什么有红光，他的红光能够阻挡这个广成子吃精子的云路，也就是殷郊殷红所带来的使命超越了广成子所知道的。个体的生命有着不同的来处，而这种来处的本身是作为你作为任何一个观看者受制于自己的境界。女娲也是被他们两个人的红光挡住了，女娲转身而去，殷郊殷红但是广成子吃精子没用，他们的境界低过女娲，所以呢他们只知道却知道更下一层，说两个人会成为姜子牙的大将。而当时的女娲是知道他们两个人将被分成的神是什么神，殷红是五谷神，殷郊是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了。两个神所掌握木星，应该是殷郊应该是木星，殷红呢是五谷神，所以在讲在这个女娲的时候，她能知道他们俩最终的果位，但是广成子只知道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姜子牙这儿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差距。我意思大家要品出这个上下的关节，所以他能知道他们两个人，他只知道他们两个人将是姜子牙的麾下的大将，所以他们两个人慈悲为怀，何不救他一救，完全无处不慈悲，你我道心，我们俩救了他，各带一个，把他吹拧出来练出来，然后就给师弟给姜子牙去打仗去，这不就是好事吗？这就显现出生命本身的境界，对吧？所以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里面包含着各层各层的这样的东西，但太多人看不出来，他分辨不出来，那太多人只站在人的看故事的角度去看，所以分辨不出来这上下层面的关系。那在现实环境中，你面对中共的时候，你同样分辨不出来它其中真正的恶。我讲的是这个含义，没有什么对错，是因为中共把传统的文化都给摧毁了。那池精子说，那师兄所言甚是，不可迟误。广成子呼唤黄金力士，半拉神仙，与我把两位殿下抓回本山听用。黄金力士领法旨，这里叫法旨啊，叫法旨。叫法旨呢，是里面是讲广成子跟赤精子以他的修行已经达到了一定位置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他们两个人已经出了三界，出了三界才叫法旨啊，没出三界不是那么回事，没出三界叫特异功能吧，只能这么说。听不懂咱就听笑话，听笑话。在如果这个封神演义在先，西游记在后，当你看看西游记的时候，你看到就概念就相当不一样。作为这个我记得
观世音菩萨，如来佛跟问下面说，谁去东土给我找来取经人？观世音菩萨就站出来说，弟子愿往。那后来这个如来佛就很高兴，就愿意他去了。那时候观世音菩萨带的弟子呢，就是这里的木吒，而这里的慈航道人就是后来的观世音菩萨。那当时，观世音菩萨是说领佛旨，如来佛是佛，领佛旨。这里说的是广成子领的法旨，啊，黄金力士，听得法旨而去做。我自己能理解的哈，出了三界的生命，他的话对下面的话就叫法旨。但他的境界并没有停止，所以广成子也好，赤精子也好，依然在修行的过程。在他们俩一出来，在这书里一出来的时候，就说，这个元始天尊关了讲坛，不再讲道，不再讲法了，不再讲道了。所以两位神仙没事儿，那意思是什么？两位神仙同样是学生，要听他们的师尊的教诲。那言外之意呢？还没修成，还就说他还可以接着修，还可以前面还有他需要修行的地方，更加纯净的地方，更加升华的地方。人嘴讲这些呢，其实不太好啊。我只是跟大家分享，意思就是说，希望朋友能够从中认识到，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珍贵，你自己的生命的珍贵。啊，这个，在他们都是人来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到这条路的，所以生命的层面是非常清楚的。在这天地人的过程中，超越了天地人，人们的境界就是至善的，本该至善的，那要至恶的也有，所以就是18层地狱以下。什么意思？上你可以知道天地人，对不对？知道三界，下你可以奔地狱，18层地狱下头，两头超越。我觉得今天就可能是走到了这么一个氛围。所以这么说到这儿，咱说这个了。黄金力士领了法旨，架起神风，只见波土扬尘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一声响亮，如劈开华岳。推倒了泰山，吓得叫为数三军持刀士兵叫肩斩因破败，掩面抱头鼠窜。风息无声，两位殿下便不知何往，踪迹全无。把云破败吓坏了，吓得云破败魂不守体，意识非常，没见过。其实他们不是没见过，他们当然见过。如果黄飞虎能骑着神兽，他们都可以能接受的话，对吧？文太师有文太师这个天目是开的，他这儿有只眼睛，他都能接受的话，那时候对这东西不是不能够接受。但是呢，敢在天子城下午门下去抢人，把两位殿下抢走，他们认为这个事儿大了。那既是殿下必有来头，对不对？那既是天子更有来头，那谁敢动？都是，他是有这个。午门外众军一声呐喊，黄飞虎在大殿听读诏书，才商议纷纷。忽听呐喊，比干问何事？周济来到大殿报黄飞虎，方才大风一阵，满道异香，飞沙走石，对面不见人，只听一声响，两位殿下不知何处了，意识非常，真是可怪。异香满道，这是讲神仙所到，他就意思就是说有神仙了。百官闻言，喜不自胜。天不亡冤之子，
地不绝成汤之脉。所以其他的人还在认为去保成汤之脉，也正是有这么一个念头，其实就埋下了一个暗线。那后来殷郊殷洪呢又反叛，还想延续成汤之脉，成了大逆不道，兑现了杀身之祸。所以很显然，我说的意思就是，当你在人的利益上去看待的时候，人的欲望、人的情感、人的利益上去看待这天地间变化的时候，无论你曾经受过多大的恩惠，你同样成为逆天意而行的败物。其实殷郊殷洪就有在来到人间走过一场，在告诉人这么一份文化，生命的文化，对吧？他们最终还是被封为了他们理应被封的神，但是他们在人间走过这一段演绎的这段故事，在告诉的人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生命。百官俱有喜色，只见殷破败慌忙进宫，启奏纣王。后人有诗感叹说：“先锋一阵异乡生，波土扬尘蔽日明。立誓奉文施道术，将军失守枉持兵。”将军失守枉持兵，那些兵什么都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神出手，兵是没有用的，人的一切都没有用的，而人也并看不见神的力量。人不配啊，人不配，所以人只能称为叫意识非常。就像我们跟大家分享定数也好，分享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，令人难以破解也好，我觉得都是这样的。它真正的概念就是说，除了人的肉身的身体之外，我们生命的环境还有着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更繁杂更丰富的世界，而这一份世界这一份环境与我们人是直接相关的，就像我们人的梦境，就像我们人的思想想法，对不对？那你人的思想想法可以导致人会想谁想死的，对不对？心疼谁疼死的，对不对？那他就这么回事了。那他到底是生命的还不是生命的？其实就是一样的。空劳铁骑追风影，漫有谗言害什么冤灵，勘探废星结定数，看守勘探周家八百已生成。所以这里就是谈到了定数，周家八百已生成。在商朝尚未灭亡时，周朝八百年已经成为定数，他讲的是这个含义。所以定数它的背景就是时间是个神啊，时间是个神。所以当人间时间是个神，人间的一切都有固定定数的时候，那真正明智的人、智慧的人就不会执着于人间的得失，他只是走了一个过场。殷破败进寿仙宫，见纣王奏曰：“臣奉旨监斩，正后行刑指出。”忽被狂风一阵狂风，把两位殿下刮将而去，无踪无迹，意识非常，请旨定夺。纣王闻言，沉吟不语，暗想奇哉怪哉，心下犹豫不决。是，只有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开始反思到底为什么，但他已经不得其所以了。其实是这么回事，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大家劝善跟他讲一大堆，很多人就瞎掰，对不对？那石涛说那个瞎掰，对不对？胡说哪有这事儿，对不对？那神仙天灭中共，你给我灭一把，你看看，哈，天灭中共怎么灭？上次打个雷放个屁呀、啊，给崩死啊，反正怎么着，对不对？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，那妲己是用鹿压的葫芦斩的，斩的是女人的身，
那边除的是狐狸的妖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要斩女人身的话，那你现在这男人看见，哎，别给斩了，你给，对不对？你给浪费了，这事儿不行，这个还得多少人不干呢，对不对？就是淫荡之荒谬，就在于人本身的东西会被他迷惑。商容，所以这事儿整个这段故事就完了。回到商容，商容赶进朝歌，见只听朝歌百姓说风刮去两位殿下，商容甚是惊讶。来到午门，人马即拥挤，甲士纷纷，直进午门。过了九龙桥，比干看见商容前来，百官迎上，说：“宰相，众位老殿下，列位大夫，商容有罪，告归临下未久，执意天子施政，杀子逐妻，荒淫无道。可惜堂堂宰府，列列三公，食朝廷之俸禄，当为朝廷之事，为何无一人去觐见天子？”黄飞虎说：“宰相，天子身居内宫，不临大殿，有旨节以传奉而知。那诸臣不得面君，真是君门万里呀、啊！君门万里，一个门里头，一个门外头，但遥远的就像万里之久，万里之长。门里门外。今日阴雷二将把两位殿下捉获，带进城回旨，捆绑午门，专候行刑一旨。旨意。”幸上大夫赵先生撕碎旨意，百官鸣钟击鼓，请天子灵殿面见。内宫传旨说：“先斩殿下，明日再见百官。内外不通，君臣阻隔，不得面陈。”正无可奈何，却得天从人愿，一股狂风把两位殿下刮去。阴破败刚进宫回旨，尚未出来，老殿下。稍微等一等，等他出来便知如何。这事儿听起来就是很紧凑，听起来很有趣。等于是他是上下是一体的，对不对？那天上有天神了，那你广成子，你也不能说叫什么人能把黄金力士叫来，对吧？夸就给弄走了。殷破败出大殿见商容，未及说，商容说：“殿下被风刮去，恭喜你功高任重，不日列土分谋。”所以他是他的老师，嘲讽自己的门生。那而门生呢，贪图富贵，连殿下都敢杀，其实是这样。所以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。当这种事情一做，尽管你是奉旨的，但其他人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人了，不可交的。殷破败欠身打工，宰相罪杀末将，君命点差，非为子嗣，非为己私，丞相错怪我了。他完全可以以这个借口说，这也是真的。但当他以这个借口说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坏人。在这种事情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中共体制之下，太多人是这样态度。商容，老夫来此面见天子，有死无生，今日必犯言之见，舍身报国。庶吉有日见先王于天下，在天之灵，也就是说，商容抱死而来。命执殿官。叫鸣钟击鼓，请假登朝。纣王正在宫中，因风刮去殿下，郁郁不乐，又听闻奏要临朝，钟鼓不断，纣王大怒，只得命驾登殿，升殿宝座。那当然，他本来就。自己不随愿了，就是那他要执意要杀掉殿下，
殿下被风刮走了，那那个时候人们也承认这是一种天意了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可以意识到，那也作为天子来讲，自己也意识到他犯了天命了，犯了天条了。卿有何奏章？商容在殿下仆府不言。纣王见天下，见殿下仆府一人，身穿着这个披麻戴孝，又非大臣，说何人？商容说，叫至正首相戴罪商容朝见殿下。纣王见是商容，惊问卿既归临下，再回都城，不遵宣召，擅进大殿，何自不知进退如此？因为他已经不是大臣了，那不是大臣，他是不能进到这个大殿里面的。所以，商容呢，跪在滴水岩前，泣而奏曰：“臣希居原来啊，相位为报国恩。”晋文殿下荒淫酒色，道德全无，听谗逐政，紊乱纪纲，颠倒五常，侮辱杰伦呐、啊。君道有污，祸乱已伏，君不必万仞之诛。据书投天，恳起陛下容纳。直播云见日，普天之下，瞻仰圣德之无疆。那时候人说话都这么说话，那时候人说话都会把天地融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他这里讲同样是他在他的话语中都会跟天地融在一起，跟人的道德融在一起，所以那时候人的眼界宽广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你看看中共发的奏章，发的抗议永远是在钱上啊，你要打了我你也没好处，对不对？你打我一拳你手疼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跟我打贸易战，你们那边那东西也不好卖，那狗屁东西，我跟你说用钱买的都没什么价值，用钱买的都没有什么价值。商容将本奏上，比干揭表，斩于龙案。纣王观之，臣商容奏之，为朝廷施政，三纲尽绝，伦纪全无，社稷颠危，祸乱已生，隐忧百出世。臣闻天子以道治国，以德治民，以道治国。以德治民，啊，道其实就是天法了，啊，可不是人间的法律。克勤克戒，不得荒谬。那，故叫祖尊社稷，乃得磐石之安，金汤之固。昔日殿下叫出此保卫。修人行义，不恍宁处，勿敢倦勤。叫敬礼诸侯，体系大臣，忧民劳苦，惜民获财，制服四夷，威加叫什么远近呐、啊？禹舜风调，万民乐业，真可谓叫。叫圣啊，乃圣乃神，不是过也。可以大禹叫什么尧舜相比，不亦殿下尽时信任奸邪，奸跟邪是放在一起的，啊，奸邪放，不修正道，慌乱朝纲，大肆杀虐，尽宁臣，尽宁。远贤，沉迷于酒色，日事笙歌，听谗臣设谋，献正贡，听谗臣设谋。所以，这设计者必是奸臣。
习近平在处理香港事情，从这个四中全会之后定下来的东西就是这个，啊，听谗臣设谋，构陷政工，构陷香港民众，构陷所有人，这都是极其邪恶的，这是奸邪之为。叫人道聚合呀，信达基刺杀太子，而绝先王祖祠，慈爱尽灭，那忠尽遭其炮烙酷刑，君臣大义已无，殿下三纲尽污，人道俱垂，罪可下，罪可比下节，自古无道之君未有过此者，臣不避刀斧之诛，现逆耳之言，愿殿下速赐达基自尽于宫，申皇后太子冤死之冤，屈死之冤，斩谗臣，谢忠臣，亦是酷刑之苦，人民服养服，文武欢心，重整朝纲，朝纲安康万载，臣虽死之有生之年，那臣临起不胜惶慌，待命之志。他等于就把这事儿就给接了，这事儿接了，一切呢还是他商容自己这个场圆的。从商容保纣王，到商容劝纣王去这个去女娲庙，都是一切都是商容所为，对吧？那这个杜元喜被杀，这个梅伯被炮烙，商容眼见没有说话，自己避之，所以这些都是转了一圈之后，自己也就不得已而为之，再次站出来。这就是人的层面，因为他们都是人了，人的层面力图去保一个在天意中必完结的这么一个朝代的时候，那他就必杀无疑，肯定会被杀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是人，他就在人中塑造了一个人之豪杰、人之正义的形象，所以每每到这种改朝换代的时候，会有人死去，啊，会有人死。纣王看完大怒，撕得粉碎，传旨当驾官，将老匹夫拿出午门，用金瓜击死。那当驾官正要上前，那商容站起来大呼，谁敢拿我，我乃三世之老臣，托孤之大臣。是商容，纣王是他生的。那商容指着纣王说，昏君，你心迷酒色，慌乱国政，独不思先王克勤克俭，受天明命，今昏君不敬上天，气绝先祖，那为恶而不足畏，为恶不足畏，为敬不足为，翌日身杀国王，有辱先王。皇后乃原配，天下国母，未闻有失德，竟然听妲己之言，酷刑毒死，大纲已失。所以纣王去杀子逐妻，这是大逆不道，这是所有朝人反的，啊，反的。那在今天呢，其实在这个共产党的体制之下呢，破五常的事情，那在家庭当中相互举报的概念比比皆是，其实这是一个普世的，在中国环境是个今天的环境是变成了一个普世的。殿下无辜，听谗杀孽，今飘瓜无踪，父子绝伦，祖叫祖宗杀剑进谏呢，炮烙良臣，君道全亏，就是作为君王，你基本的道义全都没了。眼见祸乱将兴，灾异迭见，不久宗庙叫宗庙秋虚，
设计易主，也就是说，从人的层面，他讲的就是人的层面的道理，他并没有看到这个昔主已出，就是昔齐啊，圣明圣主已出，明君已出，他根本并没有看到，他只能看到这个纣王的败落，他的行为，他的行为的败落一定有明君，一定是一种天象，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看到说共产党的这种败象，所有人都看到，但人们又觉得说呢，战胜不了他，因为人们看不到更深的那个层面，他是人吗？所以当你看不到人的那一个胜利的那一层面，但你却坚守人之基本的道义道德，这是最可贵的啊。可惜先王结晶，叫结晶至随，以为子孙万世之基，金汤锦绣之天下，被你昏君断送个干干净净。你死于九泉之下，何言见你先王？那当然了，商容，那你中国天下是姓 是你纣王的，不是我商家商容的。纣王拍案大骂，快拿匹夫击鼎。商容大喝，勿不惜死，帝已先君，老臣今日有负社稷，不能旷救于君，实愧于先王耳。你这昏君，天下只在数载之间，一旦施与他人，也就是说，在商容的眼睛里，要不了几年你就完蛋了，对吧？天下将归于他人。商容往后一闪，一头撞在了叫龙盘石柱上。75岁老臣今日尽忠，脑浆喷出，血染衣襟。哦，半生孝子今日之死，乃是前生造定。这就是对商容的评价。半生孝子，今日之死乃是前生造定的。半生孝子呢，我自己理解这里面是指，他是商朝的三世老臣，对吧？那天子就像他的父辈，我以为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他孝敬，他的一生就是为商朝服务，那包括到了纣王这儿，那叫半生孝子，今日之死乃是前生造定的，命里注定的，以这样的方式结命，但他只限于人的层面，对吧？他就是一个人喽，只限于层面。商容讲的一切都是人的道理，而是人在人的环境中是一个正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在命理中却是负的，对吧？这就是相生相，这是一种无奈的表现。大家别说谁对谁错，这就是命理规定，人的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反过来就是劝阻大家，不要把这些东西看重。人什么都得不到，也不可能得到。无论你是多大的官，无论你是天子还是陛下，当此必死。当王必亡，你什么也没有啊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真正有的是善恶的选择，这是人唯一能够选择的。因为善恶选择的本身最终的结果落在了你不死的灵魂上。素马朝歌见纣王，九间殿上尽忠良，骂君不怕身躯碎，赤主何愁见下王。所以这是一个表示他的忠臣呐、啊。炮烙瓷起瓷心似铁，忠言直谏意如钢。今朝撞死金节下，留得声名万古香。这些都是讲人的尽忠尽节是一种道义啊，是一种道义。他就不是云中子，对吧？云中子拍屁股走了。众臣见商容撞死殿下，面面相觑。纣王由怒声不息，吩咐官将老匹夫尸骸抛于城外，不得掩埋。那左右将商容尸骸扛到城外了。
扛到城外不提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最悲惨，几乎最悲惨的一面，整个这悲最悲惨的一面，我们就介绍完了。等到第10回的时候，西伯侯就出现了。